是小耿，今天继续来玩魔法大陆。我的天，好多的野怪，守护村庄人人有责。我打我打我打打，不好，这里怎么还有超音符？忙了一晚上，可算是保卫好村庄了。不过这是哪里呀？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开关？啊，我怎么飞起来了？小巨鳄，就是你这个小东西打我，吃我一刀！好大的一只杰尼龟，正面强攻不行，我可以绕后啊！啊，我怎么下不来了？快放我出去！我的天，里面还有好多的杰尼龟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留为敬。等我发育发育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打得我手都酸了。有了那么多钱，想买啥就买啥。宇宙坠落陨石，听名字就是一把远程武器。买了买了，还剩100块钱，买啥好呢？买把控制器，万一能收复一只精灵也不错。试试刚刚新买的高级武器，御剑飞行，不错不错。还有这新买的飞行器，去哪收收收就到了，就是不好降落。摔得我屁股疼，我还是多走走，刷刷微信步数吧。算到了，先把上面烦人的菊叶草通通打下来，蓄力棒。哇，好多的芽芽，你们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蓄力棒，一个剑气一大片。奇怪，绿毛虫去哪呢？我的天，好大的绿毛虫啊！心疼我的星星一秒钟。哎呀，这虫居然还是3胞胎！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，送走。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神器碎片。10块钱、5块钱，通通合成，这下发财了。那边有个村庄，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新神器呢。咦，那边怎么有一个屋子，看起来怪怪的？你好，有人在吗？你就是救星吗？我